带了四海宾朋，分享交流世界公共科学数字发展，携手共创世界美好未来。我今代表动物科学院向出席2023年世界公共科学数字促进大会的各位嘉宾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问候。2018年首届世界公共科学数字促进大会成功举办，我们携手共创科学数字建设，现今大会已成为展现世界各地丰收成果的重要窗口和全球携手共创公共科学数字建设的重要平台。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共同探讨和深入交流公民科学数字发展，对于共商美丽家园建设和振兴人类社会福祉具有十分重要和深远的意义。在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长河中，科技的进步使得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宜。现代科技更是极大的改变了人类社会的面貌，加快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知识生产方式和科学研究范式不断演进，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我们在共享科技发展带来便利，感受创新推进文明演进历程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科技水平的巨大差距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日益凸显。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生命健康等诸多全球性挑战不断出现，重大科技创新不仅需要全球创新系统分工协作，更需要得到公众广泛的理解、支持和参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公众科学素质与人类命运的发展更加紧密相连。如何把握好科技发展的方向，体现科技文明和全球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们共同关心的话题，也是当下。